对，我知道还没打完。可以打射箭。OK。哎呦，这件血还蛮多的。打完我就要去吃饭啦。替换水。Can be conquered。夜与幽灵的狼王怎么打比较轻松？就站着他就死了。狼王超烂的，狼王根本什么事都不会做，不是吗？那你就这样站着，然后火雨按一下，然后他就死了。我等一下遇到狼王打给你看。狼王这个王的机制很烂，因为他会废话。他做什么都会废话，光他在废话的时候就可以把他杀，机制你的冰雨就叠起来。为什么你会一直被他打死？你是被他的弹幕打死，还是被他变狼打死啊？首先，如果你被他。我先看一下，所以你是被他弹幕打死，还是被他变狼打死？对啊，夜与幽灵那一只啊，那只不是低能了吗？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死的吗？你是被他变狼打死，还是被他的弹幕喷死？他只有这两个方法会杀人而已啊！弹幕好，首先就是如果你是被他变狼打死的话，你的智商应该很低。然后第二是如果你被他弹幕打死的话，你的智商也应该蛮低的。骂他喷弹幕，你走他背后不就好了？He's trying to recover. Hurry, let's find a way back.狼王的弹幕是差不多150度的一个扇形，然后它会顺时钟或者是逆时钟旋转。你只要走到它的背后，它转得很慢，它会转不过来。而且夜与幽灵的旁边有超多树木，你找一棵树，站在那个树旁边，那个树就会挡住狼王的弹幕。大概就这样。所以如果你会被弹幕打死的话，其实还蛮令人难过的。代表说你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该怎么做，你只是一直冲上去死，冲上去死，冲上去死，然后死完之后再来说，天啊，狼王怎么这么强啊？可是你却没有做过改变，没有做过尝试。
等一下，我开一张，我开一张夜雨幽灵，我打给你看。Behold the face of your unmaking. Father, I. Why would you do this? Imperfection must be reshaped. 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相信天生有比较笨的人，我只相信有不愿意尝试的人而已。他这个角度很刁钻。We need to find a way back. We need to find a way back. 我等我这张图打完，我打一次夜雨幽灵给你看。我顺便解那个不被弹幕碰到的成就。虽然说我已经解完了，我教你怎么躲。不要说我只嘴你，我马上教你，好不？而且这个是所有的 build 都适用的。所以想要解这个成就的人，你也可以看看要怎么解。我觉得那个成就其实算蛮好解的，连小卒都可以解掉了。我相信应该是很好解的。小卒是我这辈子看过最没有 CD 的人。我刚刚魔兽世界打了这么长一段时间，哎，我们大家都很懂，小卒自己也很懂。小卒都会跟我们说，他的走位是有 CD 的，他很容易就是走着走着就累了，就要休息一下。酷哦！干，你老师走到那边要走超久啊！这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虽然死掉了，可是，我虽然宕机，可是我的冰雨把那个王滴死了、欸，哈哈，我不用跑了，太棒了吧！天啊，赞叹冰雨，冰雨真是太猛了，断线了都可以把那个王杀了，天啊！OK。Close， 那个球在哪里？先躲这个角落，不要弄到那个球。嘿，风筝三个球。谁跟我说会掉核心的？操！他妈的！好，我现在来打一张夜雨幽灵。等一下，我有夜雨幽灵吗？耶！哇！好，没关系，我们 T 十四的变。神域图大绝，哎、欸，夜雨幽灵是 T15嘛？啊，我应该有很多地平石。啊，有了夜雨幽灵，好，我就开一张白的就好了。我要直接冲那个王旁边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把王洗的硬一点，我把王洗的硬一点。
我们来个增加生命，好吧？增加生命，增加生命。啊！玩家有元素之相，他这个够硬了，因为我的伤害只有火伤，所以一旦有元素之相，一旦有元素之相，我的伤害是直接减40%，这样的话我应该会相对的变相很硬。打双王，打双王也很简单哦。懒得清路上的东西。哎，有了，找到网了。OK， 这张这里面还有怪吗？先打掉好了。你看，你这边有一棵树，对不对？你就先这样打它。哦，他直接变狼了，那就跑。好，然后哦，要弹幕了！天哪，我站在那个石头后面就不会被打到了耶！他又变狼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跑了。Oh my god！ Yeah！ 好，他又变回来了。然后要丢弹幕了吗？你就站在这里。天哪，这个石头会挡住弹幕耶！天哪，他又变狼了。好哦。天哪，他又要弹幕了。可是他在打我的宠物耶！到底是谁跟我说这个王很难的啦？等一下，那个王嘞？先吸个血。这个角度不错。心酸哦！啊！哦好，哦，他又要喷了，又要喷了！啊！哦，这个三棵树好安全哦。然后他就死掉了，你就解到成就咯，有没有？就这样，你看这个地图，一二三四五六。七个障碍物让你躲，然后我们换一个平台，一二三四五，啊，这个地方比较难躲，这边只有五根，这个地方也是五根，这里嘞，哦，这边很多，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很多啊，你就找一个树，找一个石头，你为什么要给他打嘞？而且他那个动作那么大，他还要在那边。然后开始喷，他妈还在的时候，你只要哦天哪，他要射出来了，哦躲掉了，就这样不就打完了？我真的觉得你狼王真的算很好打的王哦，就是你如果会被狼王打死，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哇，剩一个门而已哦。来，一门而已，有人挑战呢、欸。哇，你才第一阶段而已。
看你老师这怎么站啊？队友怎么站啊？我还以为第一阶段而已，就原来你是第三阶段，但是你在，但是你打太久了，所以你让他回到血了。哇 ，sorry， 打不过 ，GG， my bad。好啦，我肚子很饿了，我要吃饭啦。没关系啊，这个门是你的，你不用跟我抱歉啊。好啦，大家爸爸吃饭啦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啦。那这个喜欢的可以帮我按个 follow 啊。当然，这个如果你有什么 POE 的问题的话，你也去可以去看我的 YouTube 频道。YouTube 频道有剪一些影片，等一下我打一下 YouTube 应该有吧。有，你可以点这个 YouTube 频道，可以去看一些影片，或者是你可以看我的 VOD， 大巴巴。